来，你的面好了。妹妹，看你站半天了，要不要吃碗牛肉面呀？嗯，我不爱吃肉，煮碗素面就行。好，来吧。妹妹，你的面好了。好。阿姨，你们这招工吗？我那个招的，一个月给你1000，现在就能上岗。好，我收桌子。妈，咱们又不是忙不过来，你就是看那女的可怜才招了她吧？黑给她1000块。行了，人家不也在帮忙吗？机器，今天你就先回去吧。老板，要不以后我来锁门吧？你来锁门？你才第一天上班就想把店里钥匙拿走啊？到时候店里东西没了，我们上哪儿找去啊？我看你啊，还是收拾东西走吧。你要是没地方去呢，就去我那儿住吧。妈，好了，没事儿，走。一起回家。想找到你，谢谢。轻碰你，阿姨，你坐下休息会儿，我来。我会张开我双手。阿姨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店我来收拾。一起吧，没事儿，等会儿还会来客人。你的背，请让我。等会儿，你妹妹还没回来呢。我回来了，琪琪回来啦，快来吃饭。哇，好香啊。喂，好好吃。我出去一趟。你饭还没吃呢，去哪儿啊？哎，别管了。他不吃最好，他不吃啊，我们多吃点儿，吃吃吃。考虑好了吗？什么投资啊？反正就是不管投多少，回来的至少10倍。兄弟，我还不信吗？抓紧时间，风口不等人。什么？不许搬！别动！不许搬！不许搬！不许搬！你们再跟我报警了！哼，报警？报警好啊！拖欠租金，我看到时候警察来了，是你们有理，还是我有理？阿姨，全部收在柜子里面吧。陈琪琪，你还装起来了是吧？真没想到我妈捡了个白眼狼回来。我们供你吃，供你住，你倒好，偷了钱还敢回来？我没拿，我没拿。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还是我妈？阿姨。你知道我为人的，我要拿了我肯定会承认的。妈，你是信你亲儿子还是信他呀？琪琪，我也养了你这么久，你走吧。阿姨，进来。谢总，楼下有个阿姨说她想见你。这么多年没找我，现在来找我，你跟她说我不见。好的。琪琪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妈过世了。当初我妈赶你走，是因为王强看上你了。儿子，钱丢了。确实是丢了，要不你再宽限我们2天吧。行啊，不过我看你店里那个小妞长得还行，要是能牵个线搭个桥，让我们两个成了，别说宽线了，给你免了都行。我呸！
钱我会给你的，你休想打七七的主意。死老太婆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我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，给我搬。不许搬，不许搬，你们再跟我报警了。那钱是我拿的，本来我想投资，结果我知道自己不是个东西，所以我和我妈也尝试过找你，可你没见我们。不好意思，齐总说不想见你们。陈七七，算了儿子，七七不想见我们，就别打扰他了。可是妈，你不就是想再见他最后一面吗？我知道他过得好就行了。嗯这是他留给你的。现在就能上岗，你要是没地方去呢，就去我那儿住吧。你妹妹还没回来呢。我也养了你这么久，你走吧。我知道她过得好就行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好看，你也买一件呗，咱俩姐妹装。算了吧，最近还是节约点。你老公不会还没找到工作吧？那你要养他多久啊？连件衣服都舍不得给自己买。这件是新的，送给你。我不能有。咱俩是闺蜜，你收我件衣服怎么了？那上身试试。哎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，老公？对。九姐姐，你老公对你也太好了吧？不好意思，这个岗位已经有人选了。阿豪，没事儿，咱们再去其他公司找工作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现在找不到工作给你丢人啊？还有你这衣服什么时候买的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家里用钱紧张，还乱花钱？你，喂，妈。我听阿豪说你最近花钱大手大脚的，这可不行啊，结婚了之后花钱就得多想想家里，你看阿豪多顾家，得多找他学学。你又没花他的钱，他每天还有事懒做的，还有脸说你啊？而且多大人了还告家长，他妈也是个奇葩。那是不是你把钱都花他身上才说话的纸啊？对啊，而且羽绒服是必备品，我又没买什么奢侈品。不过也谢谢你送我爱莱伊羽绒服，才让我知道原来他这么下头。对啊，我当时啊也是看中了这款的云肩设计，很新中式，双排格的穿脱也方便。哎，你身上这套也是吗？对啊，而且这件版型特别好，穿上去特别有气场。爱莱伊最近出的新款都很不错，他们专门研发了适合亚洲女性的版型，对颜色也很有研究，很衬皮肤显气色，而且质量好好啊，都不跑绒哎，品质有保证。而且我们身上这两件才6700呢，这性价比这么高，那我再去多买两件。嗯，又去逛街了。九九，我看你这日子是不想过了吧？你挣几个钱啊，够你这么挥霍？那你挣几个钱、啊、陈七七，你还敢说话？你开的什么破公司啊，需要员工打扮这么花枝招展？怎么这样才能抬下客户啊？我公司这么不堪，有些人还上赶着面试好几次呢。你哎，阿豪，你干什么？你竟然还想对七七动手？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就离，二婚的男人好娶，二婚的女人可就不好嫁喽。我打算把九九升为主管，年薪只10万。还说不好嫁？那什么，我刚刚开玩笑的，你把你的脾气改改，咱俩接着过。接着过？你记住了，现在是我看不上你。你以为你升个破主管就了不起了？你还不是在这买不起套房？做我的闺蜜，还担心买房？现在，离开九九的房子。没想到我苦心经营这么久的婚姻，就因为一件衣服
这不是衣服的错，是你遇到了错的人。你也有追求美的权利和自由啊，不应该为此觉得对不起另一方。要学会取悦自己，